去年媒体报道了凉山州的悬崖村，看到村民和孩子们常年在悬崖上爬藤条，安全得不到保证，看了以后心情还是很沉重的，也很揪心。做一些这个搬迁啊，安置住进新房子，这应该是一个目标。衷心的希望啊，我们这里能够落实中央啊扶贫工作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要求，打好扶贫攻坚战。小康就不是全面的小康，农民的这个生活如何很重要。